命航母输入具有钢球，升级我蓝剑吧，青钢印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全军出击，你学 Q 啊，你学 Q， 我学 W， 嗨，学攒个不灭先，我摸你一下，我再摸一下，我 W 一下，我不灭摸一下，你也带不灭，那俺俩就互摸吧，你摸我一下，我摸你一下。我们都有底线，而我也许已经越过了自己。我打不了你。我只是解决方案。我打不了你。我摸你一下。我再摸你。哎，我这石头人还挺狂。友善是如此。不过我们是多兰剑，问题不大。慢慢耗。让他去支援啊，没关系。你那蓝够吗？我一过来摸一下，再摸一下，打不了一手回头拉。他没有药了，我还有一瓶药。摸一下，直接拉起。打不了一下，我们再打下，他指定得打我。哎呦我操！先吃个饼干，别着急啊。没事，死不了。这个好像不太好办啊，他查眼了。这不过是我的专长而已。我们现在一下就死，不太好办，不好不好杀了。也好杀，你说要好不好杀吧，也好杀。我 W 的技能回一手血，还有个小饼干，先把小饼干给吃了。能不能杀？其实也能杀，先 W 了一手。等他过来啊，一下一回来，点盐抽再抽死。哎，别了，别了，别了呀！生了，漂亮，回家了。我会回来的。生了，没想到吧？我生活还没能改变，那你已经失败了。战利品，归战胜者。但是他有传送。还好我们有炮车，
粗鲁无礼，必须被根绝。俺们家打野是龙女啊，我寻思潘森呢，我一直以为我们家的打野是这潘森呢，原来是龙女。权力的维持，这我是真是没想到。扣一下，一下，一过来 ，A 接拉起接 W 溜，平 A，A 接 Q， 接 Q。哎，我这石头人还挺狂，还挺能耗跟我。这青钢影啊，跟石头人耗都耗不过，真的，真是有点弱。慈悲是一种我无法承担的奢侈。等他升吧。龙女来了，容易给我害死，我先去吃狗屎。容易给我害死，我反应要是慢点啊，直接就被石头人给打死。咱必须得反应快。我直接框他，俺们俩的伤害不足以能杀得了他，我得跟他先拼。先大 A 出一下，一回来 A 接拉起，漂亮，得龙女先上，龙女觉得机会不错了啊，那么我们就可以上了。谢谢。我觉得石头人要出来打我了，走了，溜了。龙女带爆破，这我带的爆破跟龙女有啥关系？指令协议已升级。俺们家龙女四级来的，六级走的，确实是香，真能吃啊！技术将被控制。好，换掉一手。收一下，一一下，一回来 ，A 接拉起走了，拉起 ，W 留一下，收一下，一下一过来闪 ，A 接拉起，接点烟。青钢人打的石头人好像不太好打，我发现，怎么他打我这么痛啊？打个爆破，1133，呀，哎呀，坏了！其实我觉得给石头人好一点。那石头人啊可能会值钱，这墙咋这么厚呢？哎呀，不过我们钱够了，哎，我三项的钱够了。分离者，你看我像分离者不？分离者也行，其实
但是攻速太慢了，那卡米尔攻速慢玩不起来，游不起来，明白不？皇子无敌了还是怎么回事？谁允许你吃我的塔皮的？我已经看透了。嗯，谁允许了？人人有自己的位置，忘乎所以就危险。打不了减速，一下一过来，哎，抽。慈悲的陷入就能治。假扮无辜真是浪费时间。手有点疼，是干的吗？不是，骨头疼。我的警惕永远不会松懈。哎，哥，一下一回来，别拉起。你要这么跟我拉起的兄弟啊，那我可就要跟你拉起拉起了。打不了一手，这干啥呀？注意一下，等一下翻身啊！怎么跑的这么快呀？这都能跑了，我是真是没想到啊！直着跑，直勾勾的呀，一顿跑。这不送钱的吗？真追呀、啊？有闪吗？没闪现追，确定吗？确定吗？不确定啊！扣不着，扣不着，扣不着，扣不着！哎！我回头 W 一下好了，这都能扣的，哎呦我的天哪！防御塔镀层即将脱落，我怕我 W 的那一瞬间直接被他给扣死了。他多少移速啊？他380，我375，那确实差点。我们没有二速还。我接纳了我的使命。这下路怎么又打龙？你们家可挺能打呀，这龙！我看看，我看谁敢打这龙。快点来下路来！哎，这火蓝闪可以啊。没有眼儿这个位置，等一下，这寒冰自己从里边出来，拉起因为现在打大龙，我这打大龙啊，打小龙，一下一过来 AQ， 因为也拉起 W， 你还是会错，杀皇子，闪走，算了。反斗就反斗，来火蓝给我打伤害，给大平飞一个，可以全收，来一个水银海。全杀了我估计，有没有闪啊？没有闪，
那伤害全是这火蓝打的，这卢仙是真是不行。哎，这为啥这寒冰没死啊？给炖了吗？哇，这钢铁烈阳之匣是行啊。我的协议中没有慈悲这个条目。来，往我这走，这红我不能打了。哎呀，给口汤喝呀！这一个大渣。把中路杀了，来。不走，挺有意思啊！哎，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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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！先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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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先走，这别急着打呀！这人还没到呢，先杀辛德拉吧。哎呀，拉起 W 黄子，跑不了，一个都跑不了。大柱 A Q Q 平 A。耗点烟 ，A 接 W 溜，你跟我打，拉起，我走了应该。呀，哎呀，这墙咋这么厚呢？这墙都穿不过去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！这个墙好几回了，应该能穿过去呀。在这个位置还穿不过去，你这儿穿不过去咱也就算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位置它有点厚，我刚才搁这儿呢它都穿不过去。真牛逼，这石头人杀六个，天。自力更生的女性应该更加流行。往中走。黑夜知晓我们所有的秘密。我好像错过了一点东西。黄子见人就一抽。怎么都进野区去了呢？不能再守了，这中路守不住了。那潘森还不回来？潘森飞呀！我的命令非常清楚。过来飞呀！好。我都不如去担待去，真的，真是贱的慌。那潘森先飞，这一波对面100%团灭。他不往这跑不来，龙女飞了。我个他妈青钢影我都不去带线去，他玩个潘森他跑去带线去。龙女以为给他打信号，我上我点的上路，我把他害了，
哦，又是我把队友害了是吧？又是我害的，对，都赖我啊。团战不打了，没法打。担待吧。担待找机会吧。一个人跟我打，我要你在哪里就在哪里，为图则诛，为你不在，这点道理。我拦救我。不应该呀，都行，随便。换了还行。等我们卸手做出来就好办了。九头蛇卸手。石头人是真猛，得要个蟹手啊，没有蟹手不行。找我来了，去大龙快。哎，没找我。轮到你跑了，嗯，这怎么还有个人呢？还，我操，荡妇二连。右边有人，右边有人，右边有人，往左边走。
打着打着，突然之间出了个辛德拉，我操！哎呀天哪！学大龙了，你看看大龙吧，你别往小龙走，学大龙。你把龙打了，技术服务于进化而非控制。那大龙不要了，别打这儿了，快把小龙打了，他们去大龙，我们去小龙，你这个资源互换。你是真牛逼，我发现这回没打了吧，没打了，把红拿了。逃命也许是徒劳，我们都有底线，而我也许是虐了自己。可以打对面四个人，干啥不能打呀？这还不打还等个屁呀，这潘森别带了。哎呀算了，别去了，还是中推吧，少人还打不过呀。哎，这潘森老爱带线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特别喜欢带线。我们这一波在这看着还行，对面动不了龙啊。我来抓你，友善是如此吧，我要你在哪里又在。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，来人了来人了，那人全过去了。去推他们家高地吧。一路高地换一路高地吧。18秒。不知道能不能守得住啊，买个秒表吧。这么个石头人能让他给抽神了，我真是都服了。不用回家守，打龙吧，不打龙没得翻了，把龙打了，门牙都没了。那随时怎么要抢一下龙啊？还来吧，继续打吧。哎，把春哥除了。
钱包最后的机会，社会需要你。看，你还去打三郎，我是真没想到。这黄子能去打蛤蟆，我也没想到。这不过是我的专长。我怕他跑了啊，我还是把他打死得了。你俩找我？你俩敢来找我？嗯？你两个人敢来找我？啊？第十道人啊，一点一回来，这不一波了吗？你们一个 AP 一个 AD 敢跑过来找我青钢影，我的天！一波了吧，一波一波，快快快，赶紧拆塔！嗯。先把这黄子杀了，踢一脚锤石，霸住，丢，回来。